这里是 Pier 九十六啊，九十六这里也可以划船，还有好几个划船点啊，九十六还有八十四还有二十六啊，它这里是个那个 Kayak 那个划船点啊，我们看看这周围，很漂亮。这里也是 Hudson River 的这个 Park 啊，看看我们看那个三角形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啊，这是老的 Pier。你看这里九十六的 Boat House， 它也是有 Kayak， 看到没有 ？Free Public Kayaking， 看到没有？免费的，今天也有人去划的，看到没有？不过人没那么多的时候，这里，我看好几个点，这也是一个点，这是肯定是一个点，哇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很多人在这划的，哇。免费的，哇 ，very good， 来，我们过去看一看，看没有？他是说你必须要会游泳，啊，就是说你要之前要晒黏，还有你要带那个穿那个保护的 jacket 才能去哈，还有18岁以上，还有规定的啊。看着，全部是免费的哈，但是必须要穿那个救生的背心啊。太好了，哦，这儿也是一个点。96。它这个 Hudson River 旁边啊，至少有4-5个点是可以这样划划这个 Kayak 的话，可以划这个免费的。这96这个地方是一个点，刚才我们看了84街还有一个点啊。来，我看他们上船哈，哦，小孩也可以，看看那个夫妇带个小孩。但是必须要穿有穿那个救生的衣，救生衣啊。看，开呀去。像船一样那个大亭子，哇，很多人划船啊，免费的。这是Hudson River 哈，旁边的这个河畔公园，啊 ，Riverside Park。
P295 啊，95。这是 P294，嗯，就是好多都是那个，沉船的那个码头哈、啊。这旁边是9A 哈、啊，可以骑车，自行车道。这就是乘游轮哈，就在这里乘游轮 P294，嗯，九十四到九十二，怎么样？前面就在上面，可以开车上去，乘那个大游轮呢、啊，到巴哈马到哪里哈、啊、都可以，在这里92。然后这旁边就是那个乘船的 terminal 哈、啊，就是你要到那个巴哈马到其他，从那个大游轮呐、啊，就是92哈。哎，这是75直接和12 Avenue 啊。然后这里是 P290，这里边就是乘游轮啊。游轮乘游轮就在里边，这很长，他们乘游轮到其他地方，欧洲啊，到哪里啊？到南美啊，到哪都在这里啊。P292到90，都是乘游轮的地方啊。然后这旁边是9A 啊，高速9A。还是乘那个游轮的地方，乘游轮就在这儿哈。
八之井一直到九之井啊，都是乘游轮的地方。哎，这里就是纽约最大的那个航母和潜艇博物馆啊，来我们看一看。它现在好像开放了，但买票。我们现在看旁边就一个潜水艇。刚才我们出了那个 Pier 就沉船的哈，沉船的88到94都是，这你到欧洲到哪里都可以哈，到巴哈马这是潜水艇上面，潜水艇都是可以参观的啊，可以买票进去参观。然后这里是航母，航空母舰，就是二战好像退役下来的，放到这里啊。我今天好多人上去了，可以去买票进去。他那个 adult 是33块钱啊，然后 children 小孩是24，然后 senior 是31啊，嗯，就现在已经开放了啊，已经开放卖票了啊。这乘游轮啊，都在这里。乘游轮啊，然后潜艇博物馆。哇，它在那个42街，看，42街到12 Avenue。嗯，西46街，西46街到12 Avenue 交界的地方啊。潜艇博物馆。这里可以划船，看到没有？这有一个划船点，有开呀，好多人在这儿划船的。这旁边是曼哈顿的 UPS。84，对，84那里边还有一个点哈，就是划这个 kayak 啊，也是免费的啊。84P 啊，84，嗯。可以划那种站着划的，也可以划坐着划的，两种啊。
这里是 Circle Line， 可以在这儿乘船哈。乘船有 Hudson River， 啊、有 East River， 在哪里都可以哈，在这儿可以乘船，对呀。很多游船哈、啊，可以乘这个船到这个East River 上面游啊。84。现在太远了啊。看这后面这个房子哈、啊，绿房子是中国领事馆啊，正好在这个84P 啊这里 ，Circle Nine 这里。这还是 Hudson River Park 哈，很多都是 Hudson River Park。啊，看这后面正好中国领事馆，啊。这是42街，实际上也是42街。看，这有83，貌似，哇，很多人在这乘船哈，乘船可以去。可以去这个游各种游那个路线啊，这84码头，你顺着这儿走一走啊。小孩玩的地方啊，小孩玩的地方。所以说这儿这个没有太多游客了哈，但是以前是很多游客，你看这儿好多船，以前这个地方的那个游客量是很满的。旁边是那个航空母舰博物馆啊。
这还是 Hudson River 啊，有些人在，好多人在玩那个游船啊。对面是 New Jersey， 嗯，哦，这有玩快艇的，看，快艇。正对面那个就是 Kayaki 啊，就是划那个免费划船啊，然后这旁边就是这个航空母舰啊参观的博物馆，航空母舰博物馆。嗯，你看那儿旁边还有个飞机，啊，航空母舰旁边停了个飞机。嗯，这里航空母舰。等一下，这是曼哈顿的中城哈，42街的地方啊，然后这是 Circle Line。就是游船哈，游船的地方。远处那个桥还是华盛顿 Bridge 啊，然后对面是 New Jersey， 嗯。从这个方向来看看这个这个钱这个博物馆啊，航母嗯，航母它旁边有潜艇，还有那个飞机啊，飞机。
这儿也是一个有点哈，就是划这个免费的船 kayaking。今天人好像也不是太多。Woodhouse。来看看这个84K哈，比那个还花的好多钱。来看看它这个，看有好多点啊，看好有好多点，在那个84P 就是84啊，还有其他地方啊，就是整个曼哈顿有七，你看好多点啊，很多地方都可以花的。曼哈顿 kayaking的那个，看它有好多点啊，这是其中一个点，免费的。小公园哈，这儿还是这个 Hudson River Park 哈，这背后是中国领事馆啊，这是42街附近，这是 Pier 83了啊，刚才是84，这也是在河南游船的地方哈。这纽约乘游船，由这个 Hudson River 划界这里啊。所以很多线，很多项目啊，你可以选适合自己的。来，这里看有好多这个 program 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看到没有？还有弯位有什么的，有带食物的。还有不带的啊，各种项目可以选。
适合自己的，还有时间啊。买票在这里，在这里买票。哦，他有，你看没有，有那个 best NYC 就最好的 NYC， 两个半小时，还有 Liberty， cruise 到那个自由岛的自由旅程岛的，还有那个纽约的 Landmark 啊，还有这个 Harbor Night 啊，有很多项目啊，你自己可以选，然后时间啊，就在这买票啊。哦，看好多人排队，对，已经开了。很多已经开了，那个汽车也是可以直接运到这里啊，很热闹的。曼哈顿的中城啊，42街。哦，这是那个龙虾 ，lobster。哦，对，是龙虾的。哦，蛮好的。水上餐厅，Lobster Company。You can get
这个 Waterway 这个船哈是到是纽约，这个 Hudson River 上面哈，到 New Jersey 到各个点都有哈，可以乘这个船很快的，就在这个 Hudson River 或东河上都可以哈。这个 Waterway。这里是纽约 Waterway 的那个一个乘车点啊，在这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在这个81P 啊，这里啊，40街西40街啊，和12 Avenue。这又是 Pier 78，这修了好几个新的啊，新的 Pier 乘船点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新修的，这旁边那个，啊，这旁边的新修的。